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全国各地抗击疫情的情况。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早上发布消息，1月29号0点到24点，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737例，包括西藏首例确诊病例，新增重症病例131例，新增死亡病例38例，其中湖北37例，四川1例。新增治愈出院病例21例，新增疑似病例4148例。截止1月29号的24点，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711例，现有重症病例1370例，累计死亡病例170例，累计治愈出院病例124例，共有疑似病例12167例。目前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88693人，当日解除医学观察2364人，共有81947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。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25例，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10例，澳门特别行政区7例，台湾地区8例。